听下去，毛先生可以了，阿福应该是不。好了，来看一下，如何用霸总的角色来放电？其实来电，你电他好了，要不然你电他。来电蛮教我电蛮放电，就是真情真意的看对方。放电前是不是先说什么话？什么台词？比如说，不然这样子说。freestyle， OK， 你比如说霸总裁最常做，大家刻板一下，壁咚，好，需要我先示范一下吗？不用试试，好来示范一下，好来喽，壁咚是不是？你要看哦，到时候你要现学现卖哦。你现在后面是一面墙哦，后面是一面墙，你要撞到的感觉哦，就是我靠近的时候你就要这样。我听说你是高手歌手 ，Yep。你喜欢听歌吗？我喜欢听啊。这么突然？刚好啊，我也喜欢。OK。好啊，拍给他们个掌声。哇塞，是怎样？你这反应让我不知道怎么接，你霸总怎么接啊？换你用你阿夫的角色来壁咚一下，来壁咚霸总一下，我来看看。OK。会变成什么样的火？有什么化学效应出现 ？Freestyle， 你晚餐要吃什么？这也可以。我不知道哎。你给我想。每次都我决定。很棒，可以耶！给他们个掌声，哇，不错哦。太霸道了吧，这个。给我，听会儿，你给我。这个已经不是霸道了，那不然是什么？霸凌。你给我，你刚刚那个真的有浪漫的成分在里头吗？是吧？我觉得下一波好像就是选要出来了。没有，就要那个美，就是可能周一、周二轮流决定晚餐要吃什么。OK， 好，我觉得这是初阶版。对。好，我们来个进阶好不好？进阶。来一个情境剧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那种剧里，不管是 BL 剧还是一般偶像剧，就一定会出现男主角吵架，对不对？然后吵着，然后男主角可能做了个什么举动，可能一把搂住他，然后堵住他的嘴，让他不要在那边 murmur 之类。这种剧情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来啊！我知道，我来设定一个剧情好了。好，就是今天那么冷的天气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两个有约，然后你等他等了两个小时没有出现，然后他出现了，然后你要很生气。OK， 这样子好不好 ？OK 吗？OK。你们两个各自先想一下，然后现场那么多的摄影师准备好了哈。好，你看各个角度都有哦。哈 ，It's OK，OK、okay, okay、吗？ Okay. 想一下，我感觉这样哈。好嘞。1小时。5, 4, 3, 2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2个小时。这么久是怎样？带妈去医院是？对啊，我真的带我妈去医院。OK， 好吧，拍谁了？拍谁了？没事了。不是，他如果真的带妈去医院，我能讲什么了？你自己丢的。你自己要丢这个，不然你再给你机会。好，再一次。你要说，那我打给你。我妈很健康，我妈很健康之类的。我来个浴室。你要把这事演长一点，不然那么快就结束了，他没有发挥的空间，好不好？生气，然后有点就是不爽，然后抱怨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来，5, 4, 3, 2，走。夫妇，不好意思，迟到2个小时。是怎样？丢问题，我想的是我刚刚在和平公园钓鱼，但是钓到忘我，忘记看时间，所以你觉得这样算是个理由？这样子，我是想要给你准备自己亲手钓鱼，做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。OB， 你知道外面卖鳕鱼大部分是大比目鱼吗？真的吗？你可以带我去吃吗？可以。请问一下，霸道和好的过分在哪？惨了，我觉得阿福很不受控，但是他演戏很难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 啊，我刚刚很生气吧？这么笑场你这演员最讨厌的演员。我刚刚很生气了。对，不是我啊，真。你的霸总要跟他和好啊，让他去消气啊，你用什么招？我刚刚都让他消气。你是走这种路线，对啊。OK， 我就跟吵架吵不起来耶。不然你这样子啊，突然霸道一点啊。对。哈？不然你霸道一点。我要怎么样？你下面霸道总裁，你凶一点。不要。好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一次 OK 哦，拜托。OK。准备，5, 4, 3, 2，走。不好意思，
我迟到两个小时。你在干嘛？我刚骑脚车，不小心摔倒。这是算理由吗？就我一直骑自行车道啊，但人家机车就撞到我了。OK， 我打给你，你也没接，我只能自己走过来啊。所以说我叫你撞的吗？啊？你迟到，我干嘛接你电话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会不骑脚踏车，我再也不骑脚踏车，我走路。看你怎么接。你为什么不搭车？搭捷运啊。你钱都平常都你在管的，你又不给我钱，我怎么有钱搭车啊？我好了好了，好，现在叫车了，哎呀哎呀，对啊，没事啊，走了走了。好，这样好，就说好了，走先。